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当中，华夏文明犹如一簇耀眼的圣火，虽历经千年，却越发夺目。从甲骨文被发现，到汉语成为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中华文明在历史的进程当中留下了坚实而又自信的步伐。重于国际教育，秉承着先人留下的劝学传统，以复兴国学为己任，不仅将通达古今、融贯东西的学习方式传递给旗下的学员，并且也将培养出好学、善学的莘莘学子作为不懈奋斗的目标。重于国际的名字当中，重字的解释非常重要，它既指代三人行必有我师的传统文化寓意，又指代学生、家长、老师三者间的关系，以此将更为深层次的个人、家庭和社会的关系表达得严谨和清晰。古为今用，以古为鉴，将古老的东方智慧与学生的学习和成长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是重于国际教育的思想基础。立国学为本，也是它区别于其他教育机构舍本逐末的重要特色之处。多年来，重于国际一方面创立了将国学教育、亲子教育、游学教育、环境教育、慈善教育、挫折教育等多种教育模式相结合的独特教学风格，一方面也首创了将国学内容与学校语文、英文等课程有机融合的兼容式授课形式。值得一提的是，重于国际作为一家国际语言教育中心，还同步了中国大陆地区的小学基础语文课程。此项服务是专门针对海外华人系统性的汉语教育、拼音发音和汉字书写学习等内容而提供的专项业务。借此专长，即使学生身在世界各地，也能获得中文学习当中的听说读写思能力的训练，从而得以掌握地道的中文知识。为了方便更多学生加入重语国际，我们还充分利用当下先进的互联网科技，极力延展时间和空间的维度，来帮助我们身处世界各地的学生和家长进行在线学习。重于国际在线教室的诞生，成功地使得我们的学生们可以随时随地在电脑、手机以及任何移动端展开丰富多彩的学习活动，同时它也使得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可以轻松地与我们的老师进行在线互动。线上和线下的双模式教学也为学生们提供了灵活学习的可能性。 We love WeTalk。 目前重于国际的脚步已经遍及世界各地，我们分别在新加坡、菲律宾、台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澳大利亚、塞浦路斯、法国、美国、加拿大、迪拜、南非等地都建立了自己的分支机构。重于国际，欢迎您。WeTalk Online Language。未来，我们也希望将最优质的教育资源播撒到世界各地。重者群体之力，愚者口碑之具。展望未来，重于国际在向世界传播先进教育理念的同时，也欢迎更多的有识之士与我们一同参与到推动国际教育事业走向辉煌的进程当中。投身重于国际，让我们共同携手砥砺向前，为人类教育事业的美好未来而加油和努力。